说，我们府里没发田青烟世子，兴许他只是路过吧。呀，林宗王殿下也来了，尤姐姐，你的面子也太大了些呢。依莲，这么快干什么？也不等我，来都来了，赶紧帮我瞅瞅。见过殿下，见过。行了，你就免了。我问你，江雪您在哪儿？江雪宁而来，这二人不会是……别瞎说，燕世子怎么会看得上他呀？嗯，对对对，看这个样子也不太像。不好了，有人落水了！有人落水了！落水了！怎么会如此？谁呀？我走，过去看看。不行，小贱人，我得淹死你！我让开！方云。方云，你是何人？凭什么管我们府里的闲事儿？方云，方云，方云！都快闹出人命了，还叫闲事？关你什么事？快，过去看看。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？我没事。慢着，江二姑娘又有什么事？到别人家里来做客，却满园子乱转的，真是头一遭见。到底是乡下来的，没见过世面。这婆子成这姑娘，奴才欺负主子的盛景，我的确是第一次瞧见。你胡言乱语些什么？不过是几个下人胡闹，失手出了岔子罢了。这姑娘分明是你府上庶出的小姐，几时成了下人？那也轮不着你来管，我家之事我家自会处置。人是我要救的，那自然便是我要护着的。有月，倘若再让我看到你擅用私刑，歹毒欺负庶妹，休怪我让你瞧瞧什么叫更过分的。